白总监，你不会吃了这些东西以身试毒了吧？白总监，别惊一乍的，影响我思考了。 脸色看着不太好，是不是发烧了呀？你额头还挺烫的，没事，是你手太凉了吧？我手不凉啊，你摸，你看。 我觉得你太累了，那个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我一会儿就回。